胡龙扑8月29日讯，据福布斯报道，前 NBA 球员迈克尔乔丹去年收入达3亿5千万美元，如今净资产达16亿5千万美元。除了拥有夏洛特黄蜂队外，乔丹和耐克合作的乔丹品牌也为他带来了大笔收入。耐克乔丹品牌的成功和黄蜂市值的持续上涨是乔丹身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据福布斯数据显示，乔丹店的个人财富目前排在世界上第1477位，较去年提高了90位。他在美国排在第455位，去年福布斯前400名的门槛为20亿。